他可能要不是他的肚子。
不然下去拿东西啊。喂，好好，我怎么来？吴心意怎么不见了？看来李展博送一个月饼来给你吃。月饼？我不喜欢吃月饼。我也挺不喜欢。嗯。人造的。幼稚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幼稚？他是幼稚啊！他是我们这一家吗？那你把那个收一收，我来教你玩一个游戏。哦，这个很重哦。可是到底是……先推到旁边好了，看到旁边就可以了。不要这样啊！这样就破坏了你。哇，你嘴很喜欢破坏积木。哇，这个游戏耶！来，我把它收好，然后我教你玩一个游戏。还有这个还没。好，飞弹游戏。
这个还没有收。好。在做什么？嘿嘿。来，这个去摆在那里。这是依依没有玩过的游戏，赶快摆起来。我教你玩一个游戏。